2月18日，一张胡歌在广告拍摄现场的动图曝光，途中他正要潇洒地喷出香水，不料却将喷口对准了自己，被香水喷到后连忙擦脸揉眼，画面十分逗趣。胡歌大型耍帅失败现场也登上热搜。午间，胡歌晒出两张充满艺术感的自拍回应此事，自砍道：“不为别的，证明一下自己。”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